大家好，欢迎起来学习深度强化学习导论课程。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门课的主要的内容。大家知道强化学习呢，在最近几年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那么大家熟知的这个大语言的模型以及呢前几年比较火的 AlphaGo Zero 等等这样的系统呢，实际上都使用了这个深度强化的这个学习。那么强化学习到底是研究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它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用了什么样的算法，那么在哪些领域得到了应用，那这是我们这门课呢主要的关注点。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强化学习呢，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子领域呢，实际上呢在最近几年呢得到了非常广泛的一个关注。那么大家请看这样的一个谷歌 trend 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图。我们把强化学习与大家广为了解的像自然语言处理 NLP 以及呢计算机的视觉做一个对照。横坐标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曲线表示时间，纵坐标呢表示人们的关注度。从这个曲线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强化学习呢它的所谓的这个影响度，也就是人们的关注度呢已经接近甚至说超过了这个其他的两种技术也就是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那为什么呢因为强化学习在整个的机器学习领域有它的独特的一个贡献。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强化学习的一个发展的一个例子。那么强化学习并不是深度学习出来以后才出来的，那强化学习它的历史我们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那么尤其呢上个世纪的1954年，也就是60年代呢，已经有学者呢明确的提出来强化以及强化学习的这个概念。而且呢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面呢，强化学习呢在控制领域还有游戏领域等等得到了非常成功的应用。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强化学习呢，那么作为一种重要的机器学习的一种手段或者说一种学习的方法，那么它主要的思维来自于什么东西呢？来自于这个心理学领域的这个行为主义的理论。那么大家知道机器学习呢很多的算法都是借鉴于生物，尤其呢人的学习的机制。那么我们知道人是怎么学习的呢？实际上人呢是有多种学习机制，除了大家以前学习过的这个监督学习的算法，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些非监督学习算法。那么其次就是我们这门课要介绍的强化学习。那么强化学习呢它主要的思维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行为主义理论，就是我们在和这个社会交往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先例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先例的我们在社会上为人处事，包括解决一些企业的问题，实际上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甚至说这个问题都需要我们去发现。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呢它就会失去了这个一定的这个效果了，因为没有先例，没有这个大量的数据供我们去学习。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与这个环境进行交互，交互以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呢得到环境的一个反馈，那么你做对了，我们就可以呢把强化这种策略，就是我们行为呢都是受这个策略，受这个决策的这个方法来确定的。那么如果我们做错了，那么这个环境呢就会给我们一个惩罚。那么通过这样一个试错，我们就逐步的可以呢训练我们所谓的这个决策，或者说呢这个行为的一个依据。那么这里面大家看它主要是来自于这个行为主义的这个理论。那么另外强化学习呢它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什么东西呢它不需要像我们原来讲过的这个无监督学习像聚类还有这个监督学习像分类，我们不需要大量样本，甚至说我们不需要这个事先准备的样本。那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通过试错，通过试错中呢积累这个数据，积累这个经验，从而呢修正我们这个所谓的策略这个 policy。那么这是强化学习呢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从这个领域而言呢，
那么强化学习呢，作为我们这个智能体，作为我相当于我们这个人类呢，这个智能体大家知道是我们这个人类的一个产物，机器学习产物。那么我们如何的去把这种学习的机制，通过强化的学习这种机制呢，能够呈现出来呢？这就是强化学习这个算法要研究的内容。也就强化学习，大家可以看到，它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范畴，那么它相对独立的。那么这种范畴呢，它实际上体现了像我们人类这种高级的智能体呢，它一些独特的学习机制，就是我不需要示范，我不需要答案，那我可以通过跟环境的这个交互。那么大家从这个角度而言呢，那么强化学习的它的作为一类独立的算法，那和其他的机器学习的机制呢有差别，当然也有联系，我们这地方更重要的看它的独特性。那么强化学习呢，根据刚才的这个介绍，我们发现呢，这种学习的机制是通往未来的这种所谓的通用智能，也就是这个高级智能非常重要的手段。因为我们以前的这个学习的机制，无论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还有这个深度学习，它都需要大量的这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事先都要准备好。这个实际上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我们人的这种学习的机制是有点差别的，也就是人的学习除了用这种归纳逻辑以外，那我们还要通过强化学习呢，不断的试错去学习。所以呢，这种方法大大的实际上呢，弥补了我们原来传统的一些学习方法的不足。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呢，强化学习呢，实际上是人类它的这个行为或者说呢高级智能的一个模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智能将来赋予这个机器成为一种人工智能的话呢，我们既要让机器学习那有数据的这样的监督和无监督学习，那么也要让这个机器能够一种自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一种自适应的能力，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那么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人能够自学习，那有一种学习的机制，不需要别人去监督。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呢，那么强化学习呢最近得到人们关注，那么它哪一块应用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从早期的那主要做控制，那么到90年代以后，那么强化学习呢尤其是10年以后深度学习的这个发展，对我们强化学习的那么这个训练实际上呢得到了一个非常强化的这样一个作用。大家知道深度学习呢无论从它的这个学习的机制还是它学习的效果，实际上都有和这个强化学习呢相互补充的一个方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广为熟知的像这个 AlphaGo 这个16年，另外在蛋白质的这个合成生物领域，另外最近我们这个 ChatGPT 这个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还有在新闻的推荐，这个无人车，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一些推荐领域，电商的推荐领域呢实际上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那尤其呢引人注目的是在游戏的领域，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著名的这个腾讯的公司它做了一个开悟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它的实验场就是像王者荣耀这样的游戏。那么这个游戏大家知道我们在网上在去博弈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这个后台呢和我们这个对弈的这个玩家呢很可能是一个机器，那么这个机器呢通过这个深度强化学习的训练，它的水平呢在很大的程度上很可能超过一般的这个玩家。那么另外在围棋啊象棋，那么在前段时间呢实际上它已经超过人类了。那么这里面就体现了这个深度强化学习的它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特点。好了，我们这门课呢有什么特点呢，这地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这门课呢我们并不是要把非常复杂的强化学习的算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而是为了大家便于这个大家迅速的入门，那我们会深入浅出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课程它的基本的概念、基本的算法，还有呢典型的应用。另外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案例，通过一些实验的这个动手，那么来体会一下那么常用的这个深度强化学习的那么一些典型的应用。那么为了便于大家学习呢，我们给大家配套了相应的教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积极学习的，那么放在最后的一章。那么这一章里面呢，实际上是介绍了我们刚才所述的深度强化学习的基本的内容。另外我们还有配套的资料，这个资料除了课件，我们还有这个相应的练习题、实验等等。那么另外还有我们这个视频，这样呢便于大家去学习。那么这个就是呢我们这门课的一个大致的介绍。好，谢谢大家。